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石头，朋友们看一下石头是怎么打王者荣耀的。小秋没事的时候都跟石头在这边打王者荣耀，石头技术非常高超。来，石头开始吧。就怕还是晋级赛，石头你要认真，拿出你最好的实力来。好，石头晋级赛来，要认真认真认真。舔我，来开始吧。那我们就选一个，哎呀，没位置了，石头，你看你选慢了就没位置了嘛。那我们选个奶妈吧，给他们奶一奶去。OK。确定。好，开始。这把是晋级赛，要认真认真。石头，你队友已经死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快？太坑了。加个一技能，完美！我们要保护小短腿，石头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，石头？石头，你要看着。买个辅助装。石头上赛季可是王者，哎，这赛季变成钻石五了，太惨了。石头保护他，石头怎么被躺着玩啊？要认真认真，要死啊要死啊，石头要死啊，快走。快走，石头要死啊要死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回个家补点血石头，真棒，哇，快走快走，石头快快快快快，要死啊要死啊，石头好技术好武功，石头买个装备，朋友们可以看暴躁的石头0-1-10拿了10个助攻，超级厉害。朋友们觉得石头这把的表现怎么样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想跟石头双排的话，可以来组队邀请石头。喜欢石头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